第一站哪里？哦，前面的就是廖罗港，车子出来了。然后这边有个南石公园，从这边去是公园。然后妈祖在哪里？妈祖在这里。好，带你们去看那块地在哪里啊？从那边转进去，啊，可以看放肉柜。好，地就在这里，从这边进去。漂亮吧？这么大的马路。那一棵树有没有？那一棵树啊，然后跟电线杆在中间，这一块地啊，前面呢，前面是公有地啊，公有地呢，进去这一块就是，那一块就是我们的地，好。再开回去，开出去，过一边，妈祖庙，妈祖爷啊，看海啊，所以呢，南部公园，这个进去，直接就南部公园了。刚刚忘了跟你讲，南部公园啊 ，OK， bingo。